鼻子摸起来是一个很光滑的状态，清得很干净哎。天哪，这种我上次开箱的清热洗面乳跟四五安瓶，就用了之后反应真的很好哎。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的肤况，我之前的肤况没有很好，然后之后就是我同学在看到我的脸的时候就说，哎。皮肤怎么变了？然后我突然觉得很开心，很感谢这两个商品可以让我的皮肤现在变得蛮稳定的。最近呢，我又被这个品牌征服，就是这个黄金泡泡面膜。那我最看重它的这一点就是它可以去掏空毛孔，对于这些闭口粉刺的人来说就很有感觉。然后它洗完之后就会变得很滑嫩，所以我第一次用完之后呢，我就觉得这个蛮适合我的。主要是我的皮肤太敏感，就我不喜欢用就是去角质的东西，就是 T 部部位就会长粉刺啊，然后在鼻子侧边就会有颗粒。距离上次用有一个多礼拜了吧，今天刚好用给大家看。光用七六洗面乳洗完脸了，就还蛮滑嫩的。但是对于粉刺的堆积那些啊，那就要靠它了。那它的用量差不多就是50ml的大小。大家都知道吧，就是黄金是抗氧化啊，像我们熬夜晚的时候，然后隔天敷面膜就整个皮肤会变得很嫩又白，所以它当急救效果也是蛮好的哦。所以我有点强迫症，一定要涂好涂满。涂好之后，来来来，你看它开始冒泡泡了耶，现在可以在我耳边听到就是一个啵啵声音，因为泡泡一直在啵啵长出来，超疗愈的，感觉是那种 FM 啊，沉浸式那种 feel。现在已经很蓬嘞，感觉好像雪宝哦，把那个泡泡整个包覆住我的脸。这个泡泡是一个很黏腻、很扎实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听一下这个声音跟这个厚度，真的渗透到毛孔深处哎，然后把这些脏物啊带走。但是其实等这个泡泡发泡完，只需要3分钟而已。哇，侧面看起来蓬蓬的，泡泡的是鼓起来的感觉。哦，我蛮喜欢敷这个的，因为这个很疗愈。其实等它发泡完啊，我就可以洗掉了。但是在洗掉之前呢，我就会加强按摩。像是鼻子这边啊，就是很多粉刺的地方，就是在搓的时候会有一种精华滑滑的感觉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洗掉了。你们看，擦完之后感觉皮肤很亮，很细嫩的感觉。哎，好亮哦，皮肤变得好白哦。在摸的时候会觉得皮肤会很细嫩、水润的感觉，会让人一直想要摸下去。鼻子摸起来是一个很光滑的状态，清得很干净哎。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，白白的，然后也很好摸，我觉得已经可以送你出去了。你看这皮肤有多好，看起来超有气色的，是不是很方便？3分钟就搞定，而且用完呢，皮肤也不会刺刺的。所以如果你们也是怕去角质会太刺激的人，就可以用这个黄金泡泡面膜，清洁跟保养，用这瓶就搞定了。